今天故意找茬报复前女友。你回来啦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房子租出去了，我现在没地方住了。张赫子，这是我家，这是我家呀，管你有没有地方住呢？你现在给我走！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给你煮个面吃。你这大小姐还会做饭呢？你尝一尝。不是，你这面这么咸，你给狗吃啊？对不起，我现在重新煮。这面狗都不吃，这么淡，你说你们有钱人？是不是就喜欢被人伺候啊？你们有钱是不是方便面都不知道怎么做呀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就喜欢那种，哎，你动动手指我就得过来摇摇尾巴那种感觉你还呀？爱我吗？你神经病吧？我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哎，把这喝了，我就爱你了。哇，我爱你啊，张赫子，我可太爱你了。不过你要是能把这点喝完，我可能更爱你了。你要干嘛？